Sijun's love for art inspires him. His imagination drives him. He has faith to achieve. Exploration is in his nature. Ann, 您好。 你好。 思俊的话, 每张画也看得出, 都充满着热忱。 那其实他是几时发现他有这个天赋的呢? 他从小都爱画画, 后来有一个studio的人打电话来跟我说, 他的画参赛得奖了。 我还跟他说不可能, 因为我孩子是特殊的孩子。 这个女生就说, 这位太太, 有没有想过一个特殊的孩子, 可能他有他的天赋。 这女孩的话唤醒了我一个希望, 然后我就把她从这一方面慢慢去发展。 对她本身的那个成长过程呢, 画画对她的影响有多大呢? 她的情绪也是一种疗愈, 她是一个有爱心, 能耐的小孩。 有没有什么种波折, 她需要克服的话? 至于她的motor skill, 所有的东西是需要慢慢的磨练的。 以前她刚学画画的时候, 她根本没有办法画一条直线, 她的学习能力是 比较差的，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我是挺满意现在的他的成长。我所幸是我坚持在坚持，辛苦我也坚持，看到的后果就不一样了。希望有更多的大众人士可以看到他们这些小孩画画，他们的天赋，他们的努力，可以用一种欣赏的眼光来支持他们。